看这里，这里他说哈，质量呢1000公斤的 A 车哈，向东行驶啊，撞上质量1500公斤向北行驶的 B 车，两车撞后哈，这个就弄成一团了，有刹车，撞完以后马上刹车，马上刹车以后弄成一团以后，往那边呢移动，结果呢拖行了多少哈？拖行了10公尺，然后这个动摩擦系数哈，他们跟地面的动摩擦系数哈 ，μK 是等于0.5。好，那么他问说哈 ，A、B 两车撞击前哈，行驶的这个速度大小，啊，这怎么做哈？首先我们看看哈，撞在一起哈，瞬间的总动量多少？瞬间的总动量哈 ，P 是等于这个，PA 加 PB 嘛 ，PA 是等于多少呢？1000 VA 啊，MA 嘛。啊 ，PB 的话呢是等于1500，一个是往东，一个是往北，1500，这个 VB 啊。它撞完以后呢，它的那个速度方向，就是总动量的方向，是往呢东偏北37度，也就是说哈，偏见37度，等于撞完以后的那个 Y 方向的动量1500 VB 哈。它除以多少？1000 VA 啊，37度是3/4，再约掉约掉，那三，5×5=15，5×2=10，2×4=4，3×1=3，所以我就晓得说哈 ，VB 呢是等于多少 ？VB 哈，VA 是等于2倍的 VB 啊。交叉相乘，这 VA 哈等于2倍的 VB。好，撞完以后的话呢，剩下什么哈？剩下这个执行动能，执行动能呢往这边移动，执行动能的话呢就等于多少哈？就等于这个是 2m， 执行动能是 2m 啊，总质量2的 ma 加 mb， 2MA 加 MB 1000，加多少呢 ？MB 是1500，2M 是 P 平方，就这个平方了。那现在 VA 是等于2倍的 VB 嘛？这是等于2倍的 VB， VB， 所以呢 ，P 等于多少 ？P 这是等于哈，一个2000，一个1500。所以是多少呢？所以是100可以抽出来，还是抽500？抽500的话，这个等于多少呢？抽500 VB 啊，VB。那这个2000除以500就剩下4，1500除100剩下3了。就 P 的话，动量总动量等于这个。好，2m 是 P 平方，P 平方，这个平方多少？这个平方是500的平方了500的平方，再乘以多少？这个平方是5，是5的平方，5的平方了再乘以 VB 的平方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执行动能，就是说撞完以后，内动能就没有了，没有的话剩下执行动能，执行动能呢让它呢滑行哈10公尺，这个等于多少？这个是等于 μK， 动摩擦力啊 ，μKn 是正向力嘛，就 ma 加 mb， ma 是1000，加 mb 是1500，mg 是10啊，再乘以多少？乘以 s。S 是滑动的10公尺，那这个μK 呢是等于0.5，好，那这样算一下等于多少呢？这个是等于多少？这是2500了
2500的话，这个变成5000了，5000，那我把这个这里的话等于多少，把它给乘过去哈，乘过去的话，然后全部开平方，全部开平方的话是500乘以5再乘以 VB， 啊等于多少？我把5000哈乘过来，跟它以后变成多少？变成5乘以500，哦，这5乘以500再乘以多少？这是2500，啊再乘以多少？乘以100，好啊，给它开方。那这一开方的话哈，这个可以开方，这也可以开方，哦，这个跟这个一样，所以是2500哈，啊乘以多少？100开方是10，好，那这样的话两个零就消掉了，那是25了，25跟250可以约掉，25约掉25，所以 VB 是10， VB 等于10了。好 ，VB 等于10公尺每秒，那 VB 等于10的话 ，VA 等于多少 ？VA 就是20，20公尺啊每秒，公尺每秒，这是标准单位啊，公尺每秒。